大家好，这节课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切分的第二种形式，并且呢通过汪宁梅这首非常好听啊非常经典的歌曲来对大切分的第二种形式做一个练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切分解奏型啊。那首先咱来回顾一下上个视频讲的大切分的第一种形式，就是这个大大大，哎，如果说是一个刀一个 re 一个刀的，就是刀 re 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形式，就是这种形式在乐谱中也是经常出现的，碰到它之后大家也要知道这是大切分的节奏型，它只是变形了啊，就是把后面这个八分音符换成了两个十六分音符，也就是把这个半拍一个音换成了半拍两个音啊，就这个意思。好了，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啊形式它是怎样来打呢，就是大大大大。对了，我都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啊，它的这个画拍子的一个示意图啊，大大大大。如果说换成音的话，刀，这个是说第一个音是刀，第二个音是 re， 这个两个音是咪嗦啊，那就是刀 re 咪嗦。好，大家要会拍。好了，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汪宁梅这首啊曲子。首先，这首曲子呢是四四拍呢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四拍。它的强弱规律呢是强弱四强弱。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乐句啊，这些呢我都先给大家把这个打拍子的一个示意图先给大家提前标注出来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乐句啊，大家先看先分析一下啊，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就是帮大家在拿到一个乐谱的时候，我帮助大家啊看一下，让教给大家分析这个乐谱啊，让大家知道怎样打拍子怎样打节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乐句。首先先看这三个音是不是典型的大切分的第一种形式呀，哎，那怎么拍呢，就是中间的长两边短，是不是啊，那就是哎，拉西拉，好，就这样拍拍子。好了，往后来，两八分，两八分，是不是啊？那这就很简单了哈，两八分，两八分。然后呢，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小的音，是不是啊？这个叫乙音啊，乙音就是一个单人一个奇奇怪的奇啊。那这个音呢，好，给大家标注一下啊，这个音叫乙音。那写这儿吧啊，叫乙音。乙音呢它是哎有单乙音和复乙音，那像这种一个音呢叫单乙音，它就是快速的过渡到拉上去，嗦拉嗦拉，哎，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装饰音啊，装饰音的一种。好，那往后看这个咪，大家看一下这个咪一半拍，然后呢这是三拍，但是呢上面有一条连音线，是不是啊，我之前的视频给大家讲过这种问题，就是两个音一样音高，我说的一样音高啊是一样的，然后呢并且呢相邻，所以说这两个音呢就演奏第一个音或者是演唱第一个音啊，后面这个音啊就是哎直接归它了啊，这个音呢这个咪呢就是三拍半，咪就是延长了的。好，那我们先来唱一下第一乐句啊，打着拍子唱一遍，拉西拉拉咪嗦拉嗦拉咪。好，大家听出来这个乙音的唱法了吗？好，那我们往后走，看一下第二乐句，哎，又出来了，典型的大切分第一种形式，是不是啊？哎，大。也是 re mi re， 好，往后来两八分，两八分啊，就是一拍两个音，一拍两个音。好了，这个地方出现了这种形式，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音符给换了，哎，形式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乙音 do re la，
这个拉呢是三拍半，我们来唱一下第二乐句啊，就是瑞咪瑞瑞拉哆瑞瑞拉。好的，第三乐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节大家看一下，两个连续的大切分，第一种形式的节奏啊，那哆瑞咪咪拉咪瑞，好，一直到这里啊，一直到这里，好，那这是这一乐句，往后看，这是啊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啊，唱的时候呢，哎，或者演奏的时候注意这个地方的力度就是不要那么大了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弱拍上。好，往后看，拉西，这是什么节奏型呢？对，大附点的节奏型，那它是拉西大附点啊。往后看，两八分，很简单。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啊，哎，四十六节奏型，是不是啊？咱们之前的视频啊，这些节奏型啊都讲过了。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的哎视频，都讲过了啊。这些四十六的节奏型，包括大附点的节奏型。啊，两八分啊，什么的都讲过了。好了，那我们来直接唱一下这乐句啊，咪嗦拉西拉西拉西嗦咪嗦。好，往后看，哎，也是在弱位上啊，弱拍上啊，咪嗦两八分，然后呢，大附点是不是啊？刚才讲过了啊，大附点，然后呢，两八分，这是啊。前十六后八的节奏型，大大大。好，那这个地方呢，乙音，这是哆哆，哆是四拍，就是拉哆。大家注意，乙音是占的时值是非常非常少的，也就是很快速的通过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乐句唱的话啊，大家注意听一下，咪嗦拉哆拉咪瑞咪拉拉哆，四拍，哎，大家听一下这个音啊，它的占的时值是非常非常少的。好，我们往后看，好，这个地方呢就出现了哎，咱们今天要学习的大切分的第二种形式啊，大家看一下，在音上的话怎么来运用呢？就是哎，大大大大。西西拉西，好，往后来是啊，小附点一拍两个音是吧？第一个音占了七毛五，第二个音占两毛五，就这个意思啊，也就是第一个音占了四分之三，第一个音占了四分之一啊，第二个音占了四分之一，好，这个音是一拍，那它这一句就是西西拉西瑞咪瑞，好，小附点，大家注意啊，往后来。西嗦咪瑞，哎，对了，就是今天要学的第二种啊。西嗦咪瑞，西咪瑞咪嗦，前十后八。然后呢，哆啦，这地方形式跟咱这个是一样的啊。哆啦，好，往后看，这里出现了什么呀？哎，高音的直接是上升了八度啊，从中音的哆到低音的拉上升了，哎。哆啦，好，上升了八度啊！好，往后看，大家分析一下节奏。首先，这是一个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只要是有点儿，是不是啊？哎，附点节奏，先看一下半拍儿。好，第一个音是半拍儿，这个地方呢，对，一拍半，也就是后大附点。这个是哆瑞，这是两八分，一拍两个音。然后呢，前十六啊，后八，然后后面呢是哎。三拍半这个拉，这个倒是半拍啊，也就是两八分是吧，加上个连音线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哆瑞哆瑞哆瑞拉哆拉，好了，到这个地方呢是汪宁梅的一个上半部分啊，汪宁梅上半部分，因为这个白板给大家写不开了，咱们这个下个视频再把下半部分给大家哎来这个说一下啊，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好，我们现在呢从头到尾整体的给大家来唱一遍。
拉西拉拉咪嗦拉嗦拉咪，瑞咪瑞瑞拉哆瑞哆瑞拉，哆瑞咪咪拉咪瑞。扫米扫米扫啦哆啦咪瑞咪啦啦哆西西啦西瑞咪瑞西扫咪瑞西咪瑞咪扫哆啦到这个地方，大家呢回去之后，把这个经典的歌曲可以把乐谱啊，下载下来，大家多去练习打节奏啊，多去练习啊打拍子啊，多去练习就会了。所以说，在遇到一首自己拿着一首乐谱的时候，先分析一下，看看节奏型出现什么样的节奏型，这个节奏型怎么来打，这样的话，识谱会更快一些。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好，谢谢大家。